接下来的故事主角是一对兄弟档，这哥哥呢是行销公关，而弟弟是电视台的摄影助理。两个人相约转行，做起的是家传炸酱面的生意。由于网络上呢，其实有蛮多人都在卖炸酱面的，有的一包哦只要8块钱。为了要做市场的区隔，兄弟俩是逆向操作，主打的是健康的诉求。那么这一包炸酱面要价80块，从豆干到甜面酱，全部都是经过精挑细选。就这样子，他们的面靠着口碑经营了2年半，现在呢，一个月的营业额已经高达了700多万。Q 弹带劲的粗面条上包裹着浓郁的老炸酱，筷子挑起的那一刹那，总是酱香四溢。这也难怪，每次徐氏兄弟在吃着奶奶传承下来的滋味时，总忍不住。这其实是从小吃到大的家常面食，老爸学到湖南奶奶的好手艺，有次炸酱做太多，兄弟俩请同事帮忙消化，这一吃不得了了，同事大为惊艳。就是这个关键，哥哥辞去公关，弟弟不做摄影助理，两人开始了做炸酱的网络创业路。我们研发出一款杀手级的明星产品，辣炸酱。这个辣炸酱保证让你们辣得很舒服，辣得很过瘾，辣得你们高潮迭起，五体投地，试一试。既然要做，就要做不同的。他们专攻顶级客，对手一包炸酱面只要8块钱，他们拉高到80块，但给顾客吃到的是健康的食材，像是做炸酱用的甜面酱，市售的一定放防腐剂，他们就要求店家不准放，所以当天做他们就当天煮掉。至于绞肉，9分瘦肉，1分肥肉，下锅炒用的是橄榄油。大家就提倡健康，就是冷锅冷油，你要用煎的方式把它的那个一面的肉先煎到有点焦黄，然后再翻面，不要急着翻，这样它肉才会有一点焦香焦香这样子。而做炸酱的关键就是这个步骤，用油去炸甜面酱。它一定要把它炸到它每一个分子都炸透，然后裹到油，让它的香气出来。我们是要用低温油炸，像如果说比较没有这种经验的话，它一下子它油温拉过高的话，就会对整个味道都会有影响。把炸好的甜面酱再和已经炒好的绞肉混炒在一块，可是怎么样才算是炒好了呢？弟弟徐金航说，这就得靠量体重，如果超重就表示水分还是太多，就必须回炉上再继续煮。之所以这么精确的原因就在于煮炸酱要确实掌握水分含量，靠火候或是肉眼辨识总会因人而异，所以就发明了称重法。2年半前，光是试验这些就试了20-30次，终于找到把人的经验值降到最低的方式。同样的，选豆干也是锱铢必较，每回切下豆干的刹那，他就知道这豆干是不是他要的品质，水分不能太多，用有机的外还要挑没加防腐剂的。整个北部挑来挑去，就只有在桃园找到一家老店可以配合它不放防腐剂。这个豆干齁，就是要炸到像这样四面金黄酥脆，它的口感到时候一丢到这个炸酱那个炸酱的汁里面，那豆干一吸那个汁齁，让你一吃就会口感弹牙，整个很正点，不信你试试看，不吃我吃哈，真的很正，真的。创业就是个挑战，饭桌上的美味要摊在饕客面前被检视，需要很大勇气。广告预算有限，各个行销策略就是先找部落客下手，携手先品尝，结果评价两极，有人骂道这算什么眷村味，但两人很无辜，因为他们主打的是奶奶传承的家乡味。外界批评他们无法控制，就连兄弟俩火爆性格也在首次合作初期达到燃点。那时候他
做炸酱的时候接电话，我就呛他说做炸酱不要接电话，然后他就火了。我火了，然后我就呛他为什么不能接电话。然后那时候我就一拳火来了，就一拳就敲在炉台上面，就发现炉台坏掉，然后结果我手没事。没事之后他就敲，我又再敲一拳，敲在那个衣柜上面，衣柜是木头的，结果手就断了，手都断，真的骨折了，断了就送医院，送医院，然后后来回来之后继续上班，手很受伤，然后还是要这边吵炸酱。一次又一次的冲突，七十二年次的哥哥和七十五年次的弟弟激荡出做事该有的态度，而唯一不用争执的就是家传的美味密码。我爸他那个时候传承奶奶的口味，他的实力已经可以开到一家餐厅，绝对可以。那之后，但是因为他不想转换跑道，又加上他年纪也有年纪，所以不如就是说，我们有体力，有没有能力，我们来做，他来指导，他来教，用年轻人的想法来把它传承下来，多创新。他的经典那一道菜叫做那个豆豉排骨，豆豉排骨来喽！等很久呢，又咸又香，然后很下饭。老爸就是兄弟俩厨艺的最大军师，融合着母亲的湖南味、爸爸的山东味，烧的是一手创意好料。萝卜丝、牛肉丝面，这是。什么东西？什么面？萝卜丝牛肉丝面。三二来，萝卜丝牛肉丝面、啊、最重要的就是要加香菜、啊、跟这个蒜苗、啊、在最后加下去。因为爱吃，所以爱做，没开成餐厅的愿望就由这两个儿子完成。家里有三个男人都在张罗吃的大事，妈妈和妹妹最有口福。嫁给徐爸没什么好，就这点最棒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晚餐要吃什么。哦，不是说生了我们那几个小孩最棒，因为有了徐爸才有你们啊。卖了比别人还要贵的面，原来是出自于家传对美食的坚持。这也所以高汤舍弃大补的油腻，而是用大量蔬菜来熬。新推的辣炸酱，辣油都要自己炼，五款辣椒炼出又麻又辣的口感，就像即将开幕的炸酱面概念馆，有着刺激你胃的功能。因为炸酱的制作将呈现在顾客面前，遇到佳节有算过，平均五秒就要卖出一包产品，每个月营业额达700万。现在更不同，量贩业者看上他们，将把产品推向中国通路。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创业两年半，30岁不到，有了最佳的投报率。